赛罗特曼由我们带来了两款变形大玩具，右手边的是奥特之父的变形蛋，左边则是怪兽金骨鸡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它们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奥特之父，它的身高只有45米，体重55000吨，它的大招是父亲射击光线，非常厉害的。我们可以按照变形操作来将它变形成一颗奥特蛋。这个呢则是怪兽金骨鸡，它的身高是55米，体重48000吨，可以变形成这样一颗金色的变形蛋呢。那么我们赶紧将它们给拆开吧。噔噔，拆开以后，你的变形蛋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咦，看起来并不像变形蛋呢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变形呢。让我们来先试试奥特之父是怎么变成一个奥特蛋的吧。把他的头藏进胸甲里，合上双手，噔噔，一颗奥特蛋就变形完成了。咦，非常神奇呢。再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怪兽金骨桥，它是一只金色的机器人怪兽，头非常可爱呢。它的变形需要将头取下来，然后把腿收进去，噔噔，像这样就变形好了，一颗金色的小鸡蛋样的变形蛋。哦，真没想到，我竟然要跟一只机器人怪兽作战。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我知道你的本意并不是坏的。别再说废话了，要打就赶紧的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呵，可恶，机枪发射。哦，好吧，没想到你的这个枪还有两把刷子吗？奥特飞踢。哼，可是在我面前还是不值一看的。可恶，看我的大招激光光线。哎呦，好吧你。看来我也得拿出绝招了，父亲光线。哼，跟我斗还早着呢。今天的玩具就先玩到这里了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这款奥特变形蛋玩具的话，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哦，下次再一起来玩吧。